藏獒是极度忠诚的狗，一只好的藏獒一生往往只认一个主人。但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就是一只忠诚的藏獒导致主人错过最佳的抢救时机，最终不幸离去。藏獒的领地意识极强，所以陌生人不容易接近，也不容易与生人建立感情。品质好的藏獒还特别的护主，您都不能当着它主人的面对它大声的说话或者吵架，更不要说打架了。一只优秀的藏獒根本不会让生人接近主人，一只藏獒就是因为自己的领地护主意识反而帮了倒忙。当时主人因为煤气中毒导致昏迷，邻居发现之后及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当120赶到之时，这只藏獒因为领地意识非常强，想保护主人，在院子里面乱窜吼叫，完全不让人接近，不让120进去救人。人间自有真情在，邻居这时候纷纷出谋划策，最终众人用木棍将藏獒逼进墙角控制住，救援人员才得以进入，带走了煤气中毒的人员。可惜失去了最佳抢救时机，狗主人已经不幸不治身亡。对于这只忠诚的藏獒，您认为应该如何处置？